其实我在乡亲来看到，二二八事件实质到台湾有一多的经验，就安尼奉神呢。像系苗栗中南的李水宽律师同李水峰两兄弟，还有法联总经理总同贾拉业总总员总国员，家头的公司无提声明，家头的朋友韩国知名家头对大家都欠钱的台风人家，变作为 email 评论者的后腿。也过后，也着拄全感觉，也着放心咋。另外，文学家杨奎发表扶贫宣言去草龙的过后，也不用一套一三年爱开价，也着强强爱当日的赌难，还爱本爱街用短期关系目光来看，还有一时半刻都受到政治思想的监控。二二八事件过后，国民政府派兵来台湾，随请亲乡，是向行政长官亲耳提出改革意见的律师李水宽、李水峰两兄弟，之前国民大会代表林连宗三个人都无卡本人带走，虽然呢无消无息。不卡人死太前三万去打探，都连晚还是唔知当几时的情形。李水宽的本娘李秋吉妹，李水峰的本娘李南心，担起鬼屋卡的担头，对无牌的个经营，李福都当年的三月初十，不就日望就五买来纪念李水峰同李水宽是来亲母一串。尽量当我袂记了，哎，想代志咧想起来吼，都会。到了晚上大概会回来啊，迄个游戏咧，佮创火烧，迄当阵也无微波炉，也无电锅，创火烧，蛋佮冷去，创火烧佮蛋佮冷去，安尼先啊。年纪唔判得法联无医疗资源，总是让鬼屋卡办去法联做医生判高药。同年二八事件过后，总是让同张宗仁、张义仁、张国仁三家来做下本人作证。前面跟阿兵长严新豪又带进军医证明的张义仁，全的三家人做下本人冲散。张次郎的本娘詹金基对天凤凰替自家当尊敬的二婶娘，变作叛乱犯的家属，同其他子孙安排出关，带进两个新舅同孙抗议批太古少农人，就安尼买同外界接触。本来系二婶娘咧，一家子种变成农夫，所以爱开始从今日开始学做些起酒、酿酒。做台山，我不卡无那么人，那我嘞，事情我全部会做。张世龙家厝同李水宽家厝，人人年年八四天对神佛当好念的太家厝，变做人没有叛乱的罪人。唔但请神佛当唔好过，还帮菩萨看毛，尤其后修的拍摄恐怖，各家厝神的都为此心里的创伤，久久都无法吐天崩拍。所以出现一个状况是，哪边有浮尸就到哪边去找。你想想看，背着两岁的婴儿，甚至怀着孩子。在尸堆当中寻觅自己的亲人，我想谁都会舍不得。背后家长愧，同年二八事件的事，同本娘一同两家人做下本人判死刑。他春节前一日，引致非军人犯有司法审判的命令，严重一条命。他自1949年用愧发布扶贫宣言，希望消除生死的偏见，自然来本人关了11年。本娘一同对本来较激进的社会运动者，变作较温和的妇女运动。同年二八受难家庭捐款，家属地度对年二八事件没系做下唔直讲。在我父亲那辈眼中，他是威严。母亲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觉得自卑，你们的父亲被抓去关，不是因为他是强盗、杀人放火，而是因为他有理念，他为台湾付出。”
对教授来讲，年一百六后，唔单止阿爸见人没有叛乱嘅罪名，面对外界歧视，做物该做好本人监视，积极磨破对人的信任。今日强调，真是真相，每位都要赔几多钱，系想我去请转了其他市民来家属室受赔的部分。还有小处家属地图唔是公道，甚至感到受到压迫，无法吐透气嘅感觉。客家新闻，戚荣顺、彭贤、刘文辉台北苗栗报道。